那还是郑宋恩的攻击要特别注意。还有两坏，这个变化球打击出去，来看一下左外野方向，飞的距离够远吗？来到全打墙角边形这个安打。哇，曹总话才刚讲完，余柱上二垒了。一出局后，郑宋恩接了第二支安打，同时也是中信团队的第三支长打，进上得点圈。因为他现在对变化球的这个掌握度是掌握的相当不错，这个应该也是他变化球攻击的。是的，是拿手的需求，但掉进来腰带的高度被掌握到，打得真的蛮远的，直接送到了左外野全打墙脚下，而且距离再远一点的话，哦，有可能是这个系列赛的第三轰啊。没错。接球往地上送，打穿了游击防区，形成了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要抢，本垒抓一手回传过来，结果是来不及。郑宋恩跑回了中间的第三分，而且这个球因为回传的过程当中，陈崇宇没有办法接近手套里头，让江坤宇继续往前推进。郑宋恩本身的速度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后面的加速度是有错的。哇，这个球邱志成的回传，其实球有可能比较早到，但是因为跟曾宗恩的跑的路径重叠，对，那最后有点传在曾宗恩的身上，是这样子没错。而且捕手要去接这个球，这个视线也不是这么好接。前面都是往空中打，但这次江坤宇的选择往地面送哦。再看一次这个回传球，哇，最后是一个反弹之后打到曾宗恩，好像 有碰到球。所以让他球的改变他的路径了哈，那让陈崇宇没有办法接到，接得很好。看到曾宗恩的反应也非常的振奋了，划回本垒之后起身，立刻紧握右拳哦，要激励全队的士气啊。